哦，你们看。哇呀，这么多农田呀，有了农田才能种粮食。看，农民伯伯在劳动。没有农民伯伯种地，咱们都得饿肚子。哎，说得对，走到那边去。哦。这是什么呀？井，水井。对，上古时代人们只能生活在河流两岸，如果远离了河流就喝不到水。没有水人咋活？别插嘴，听老爷爷讲。后来人们发现了打井汲水，这才从河流两岸解脱出去，就自由了。又插嘴。说得对，就自由了，就能选择自然条件好的地方生活去了。哦，这说明井是很重要的。哎，你也插嘴。你们看啊，这井井口有方的，还有圆的，还有六角形的，这就是井字，当中那个方块是表示井口的意思。井，鸡影井，井。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，现在形势发展了，很多人都用上自来水，恐怕不仅忘了打井的人，甚至连井是个什么样也忘光了。你是不是也忘了？我可不是忘了，是从来没见过。哦，今天呀是第一次。嗯，呀，这真美呀。你们说这块地平不平啊？不平，凹凸不平。说得好，凹凸不平。这地面上就有两个象形字，那凹进去的地方就是个凹字，凹。这就是凸字，用来表示从地平面凸起的意思，凹凸不平的凸字，特乌凸。凸。哎，老爷爷，快点儿，快点儿。你们见过城墙吗？见过，西安古城、山西平遥，还有八达岭长城，我都见过。好，那你呢？见过呀。在哪儿见过呀？嗯，在电视上。哦，那就看。哎，没有城墙呀。别急嘛，看着。看，这就是城墙。为什么要有城墙？因为古代战争大多是为了争夺地盘，筑起城墙便于防守啊。哦。这城墙的垛口就是许多凹字和凸字组成的。看，这是什么字啊？凹。这个呢？井，水井的井。这两天咱们学了几个字啊？嗯，学了七个。土，托无土，土地的土。田，科研田，田地的田。石，石头的石。厂，赤昂厂，工厂的厂。刚，刚刚，表示地名的刚。都说对了，凡是学过的字一定都要记清楚。知道了。